军犬扑咬训练是所有训练中最危险的科目之一。在军犬训练队，训犬员带着军犬进行扑咬训练，一般都要穿扑咬衣。但是有一个人却是例外，那么这个人有着怎样独特的本领？周稳昌，38岁，1991年入伍，云南人，第二炮兵军犬训练队教员，训练军犬17年。虽然从外表看周稳昌文质彬彬，但他训练出的军犬却个个凶猛。训练军犬需要有足够的胆量和技巧。为了给军犬训导员做示范，这一天二炮军犬训练队的老教员周稳昌亲自出马。进行扑咬训练前，周稳昌首先要做的就是激发起军犬的仇视欲望和凶猛性。经过周稳昌的一番挑逗，训导员牵制的4条军犬跃跃欲试。随着训导员一声令下，他们飞一般的扑向了周稳昌。此刻在4条军犬的撕咬中，身高1米70，体重70公斤的周稳昌显得势单力薄。要知道这4条军犬的体重加起来足有150公斤，是周稳昌体重的2倍。一个人应对4条军犬扑咬的难度之大，危险之高，让有一定经验的训导员都感到望而生畏。就是4条犬扑咬，那种危险性比较大，但是我没有做过，因为那个很可怕的。没一定的功底的话，没一定这个心理素质的话，还是不要那个啥去做这个动作，模仿这个动作。除此之外，和一般训导员带军犬训练扑咬的方式不同，周文昌并没有穿着安全防护性很高的扑咬衣，而是只带了扑咬袖。既然扑咬训练这么危险，那么他为什么不穿扑咬衣呢？这就是扑咬衣，上衣和裤子加起来重达18公斤，由于质地非常硬，每次穿都需要2-3个人帮忙，而且还要花费很长时间。你穿我走这路走起来不方便，你要我正常的走，真你要像我现在跑，那迈这个小步大步子都迈不上，所以呢训练过程中实际操作当中用这一个呢就用的不是很多。啊，你说他这犬算了，就是保护安全意识有了，但是你活动不起来，这犬犬要是甩不开，看着是很安全，但是从走心眼从我的感受来说是一种痛苦。周文昌不穿扑咬衣，除了穿上之后觉得行动不便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怎么才能训出合格的军犬？在周文昌看来，这里面要考虑的事儿还多着呢。穿个扑咬衣呢，那样的呢，就像对这个犬有个什么的不好的一个犬，将来以后就像我们戴扑咬衣一样，慢慢我们要变成暗袖。但是你穿那个扑咬服呢，整个绑上了以后呢，对这个犬这个也是个错觉，见了扑咬服的就咬，不见扑咬服的，你要是实际操作犯罪嫌疑人，他不容易穿这个戴这个扑咬衣穿这个扑咬衣吧。那么周文昌不穿扑咬衣进行训练，他到底有什么技巧？你说4条犬扑咬，你要给不好，要么他前面这个手能护住，那肩胛肩膀这个地方能护不上，有的犬直接上来就顶在你这个背上。所以说第一条犬来的时候比抬高，第一条犬咬低一点，第二条犬来的时候算是降低一点咬上来，同时都是一样的，两个护袖或者这样的犬它相互配合打架，它目标就是一个协同对付。然而面对一条条凶猛无比的军犬，即使熟练掌握了这些技巧，也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每次扑咬训练前，周文昌还要和训导员进行沟通，了解每条军犬的特点。如果那个就是说的这个犬配合不好的情况下，一这个犬会相互之间打架，二如果说这个助训员给的不及时的时候，就会咬到其他身上某个部位啊，这个危险性很大的。他的腿上、他的手臂上、他的身上，都留下了这个
这个被犬咬上的这个伤害。第二炮兵军犬训练队是一支担负军犬繁殖、训练和犬病防治的特殊部队，每年还有来自二炮部队的新训导员到这里参加培训。新训导员来到军犬训练队时，对军犬都有畏惧心理。为帮助他们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周文昌则会亲自上场当助训。助训员是协助训导员训练军犬的人，看起来相当于一个副手，但只有胆大心细、身体强壮、拥有丰富训练经验的人才可以成为助训。在周文昌身上的很多伤疤中，背后的这条最深，这就是五年前他当助训员协助当时的新训导员李简发训练时被军犬咬伤的。是四月前补咬的时候，就是身子没转过来，刚转过来一下，这个手上呢一下跳高了，咔一下顶在一个背上了，也是咬到背上了，咬得很深，差不多有那么深吧。当时咬的时候以后立马就出血了，那骨头都能看见，当时很害怕的。如今李简发已是军犬训练队的一名班长，说起这件事儿来，他仍然觉得很对不住周文昌。而当时周文昌被军犬咬伤后，对他并没有任何埋怨，这也让李简发在训导员的岗位上坚持了下来。他就是很平常的，就是说没事，下来请吃顿饭就行了。这犬咬伤我，不光是李简发有责任，我作为助训员我也有责任。为什么？我们两个就配合不是很默契，出现这问题，所以呢也不能信他。私下来时候，当时他还得奖励他的犬，他也不能刺激他的犬。在被军犬咬伤后，周文昌并没有太在意自己的伤势，而是立刻嘱咐训导员李简发不要刺激军犬，因为他知道如果训导员在这时处罚了军犬，很可能会使军犬形成抑制反应，以后再进行扑咬训练，他很可能不敢再冲上去。其实在军犬训练队，周文昌对训导员严厉、要求苛刻指出了明白，他心里清楚训练军犬是一项特别危险的工作，受到意外伤害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不管是新兵还是老兵，让周文昌看出了问题，他绝对不讲情面。平时这个训练上都会严格要求，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什么样的人带着什么样的犬，你工作上稀稀拉拉的人，你带这个犬他也是比较随便的。周文昌对训导员要求严格，但对军犬他似乎就不是这个标准。这十一条比利时牧羊犬刚刚出生两个半月，尽管只有一会儿的功夫，周文昌的手就被抓破了，衣服也被咬出了洞，但他没有一点要训一训他们的意思。那这个小的现在这你不让他咬，他是多，他见一个上来他都相互模仿嘛，一个比一个凶。小犬他相互还有嫉妒，你咬上了他咬不到，你看他都在那嗷嗷叫，相互都在吵，你为什么不让我咬了？那样的是他都上来了。现在挑起来以后，早上的时候一挑起来，他挑起来给这种咔就刮一点点，这掐一下就是破了一点点皮，那可疼。当时看着没破，最后就看着这皮就给人破了，那个老虎犬粘一点点，粘的哪个皮那个夹夹那个，可疼。周文昌对军犬的这种不管教，恰恰是他对军犬训练工作极其负责的体现。他喜欢去拉扯你，一进去在兴奋在你腿上爬爬上来都咬你拽你，你要是重重揍他两下呢，对他这个心理呢就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抑制，下一次他再想亲近呢他就存在害怕。所以周文昌和小犬在一起的时候，即使被咬疼了他都尽量忍着，或是转移小犬的注意力，给他们喜欢玩的东西。这现在是小的出，他一看到从来没看到的东西，他很稀奇，瞅瞅，他在那样探球，他就开始发出叫声了。慢慢的又胆大的，他上去瞅瞅，哎，上去一看又完，哎，这不就一个凳子吗？
在战友的记忆中，军犬训练队里的所有幼犬几乎都是周文昌一手接生和喂养的，而他对幼犬的照顾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犬生下来有一种假死现象，就是羊水在嘴里面没有吐出来，它呢能够这个嘴对嘴，就是它的嘴啊和这个犬的嘴对到一起，啊，把这个羊水给它吸出来。这个是最粘人的一个，只要你人跟着它就往你身上，这将来以后这小犬的依恋性就特别好，亲和关系也特别好。啊，过来过来。来来，过来，贝贝，贝贝，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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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终于逮到了吧！哈哈，哈哈。现在军犬训练队里有上百条这样的小犬，由于数量太多，除了这11条小犬周文昌自己带，剩下的都已经分配给其他训练员。而除了白天的训练，到了晚上，周文昌还要起床3-4次，给小犬们喂食。看到周文昌带小犬这么辛苦，年轻的训导员还真不太理解。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太理解，这犬嘛毕竟是动物，跟人在一块儿始终有区别。但周文昌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每天依旧忙碌着自己的事情。现在呢，咱们周嫂有些嫉妒，我就说了，你儿子呢生出来以后，你都没有像这样的好好照顾他们啊，这11条小犬你照顾那么仔细啊，那么周到啊，不行，你以后得给你儿子好好补偿补偿。能把爱护你的小犬，就管理小犬的精力，花1/3在我儿子身上，我说我儿子就比较棒啊，主要他会埋怨他爸。老是钻在工作里面，也不带他出去转转呀，啊，也不带他逛街呀，这些老会埋怨。其实周文昌的家人非常清楚，只要是周文昌认准的事儿，任何人都别想改变他的主意。而和周文昌一起生活，一家人倒和他一样，对军犬也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周文昌的儿子小玉涵今年11岁，他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到周末都会去找爸爸和军犬一起玩。我经常也会跟家属的小孩说，总会面包总会有的，我现在没有时间陪你们嘛，将来有一天我总把这个时间给他们补回来，领着他们该转的地方转一转。可以说周文昌的生活根本离不开军犬，这是周文昌在军犬训练队里的宿舍，他基本上和犬舍紧挨着。这条叫莉莉的军犬是比利时牧羊犬，它今年2岁，从一出生起就由周文昌带大。虽然莉莉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文静，可实际上它却异常凶猛，连很多训导员都不敢接近它。但周文昌和军犬莉莉之间却早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默契。他这眼睛，他现在这听着这口令不一样，他马上就变。对，他就往后缩了。你这一阵子来，好，丽丽，来来，丽丽，啊！啊！你要是他看这么事要打他了，他得赶快缩了。这扔。吓坏了！这条犬呢，它就很聪明，它在里面叫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脚站起来，在那浅水里面来回扒，不小心哪一次把那个门别拨开了，啪啪出来了。哎，我一看，刚才关的好好的，它怎么跑出来了呢？回去一看，门被打开了，我想是不是谁给我这个门打开了？我就偷偷藏着看，我关起来我就藏着看，我一走来我一见它。把那个前脚一撑，往我们那个门边上一推，然后一拨，比我开门都快。
在上百条军犬里，像莉莉这样可以自己打开犬舍门的军犬并不多，而他的聪明在训练中表现得更突出。周文昌经常会让莉莉给其他军犬做示范。过高空巡逻通道是二炮军犬训练队特有的训练科目，也是这里的每条军犬都必须掌握的技能。这一天，莉莉要给一条比利时牧羊犬雪鹰做示范。通常情况下，军犬六个月时就要进行高空巡逻通道的训练，雪鹰就是第一次参加训练的军犬。和莉莉相比，雪鹰非常胆小，看到陌生人他就会不停地往周文昌的身后躲，跺下脚他就吓得往后边缩一下。他就开始了，好，但是我就要鼓励他，好，然后训练马上就给他一个安慰，没问题，有我在这个地方，哎，在周文昌的鼓励下，雪鹰现在看起来好多了。马上就要进行高空巡逻通道训练了，周文昌还是让莉莉先做一遍示范。高空巡逻通道长80米，高12米，主要培养军犬的警戒性和按照指定路线进行巡逻等。轮到雪鹰上场了，而在通道的尽头处，当周文昌发出口令后，雪鹰却突然趴下来不动了。军犬的特点是嗅觉灵敏，奔跑能力强，但日常生活中它们根本就不会爬高，再加上高空巡逻通道内有不同程度的陡坡，雪鹰要想学会并不容易。看到雪鹰不肯向上爬，周文昌并没有强迫，而是自己钻进了通道，他是想让雪鹰模仿自己的姿势向前爬。雪鹰是条比利时牧羊犬，这种犬的特点是身体灵活，速度快。很快，学着周文昌的姿势，雪鹰也开始向上爬了。但由于连续下了两天的雨，通道上还积存着雨水，再加上通道里面空间狭小，并且有连续的坡度，雪鹰的动作显然不如刚才莉莉爬行时的动作灵。高速路上有水一样滑，在这上面都很费劲，就前头上面都滑不动。周文昌一边清理通道上的雨水，一边鼓励着雪鹰爬行，终于到了最高点，但雪鹰却再次趴下去不动了。我坐在上面那晃悠，我都感觉这个心里面都颤颤的。想到他上次他肯定，他虽然不会说，他心里面也有点实力。高空巡逻通道的最高点离地面12米，在里面稍微动一下，通道就会左右摇摆。看起来第一次参加训练的雪鹰要完成这个科目可不太容易。在那地方他爬下来，他窝在那地方，然后让他稳定一下，安慰安慰，奖励奖励他，鼓励鼓励他，他看到也没有什么再比那危险了，然后再带着他下来。让雪鹰适应了一会儿后，周文昌开始带着他继续往前走，而雪鹰也最终完成了高空通道这个课。怎么样？他这个表现？这表现很不错了，因为第一次啊，刚上的时候他不敢上，把他慢慢给抱上去了，上去以后他在前面轻轻推着他，哎，过来有的地方他还自己主动就往前走了，那是不同类型，有的犬上去根本他就不走，整个的抱上，要么你在前面硬拽上他。他今天这个表现很不错的，像他这样这个学习的进度比较快。上这一个，人在前面带着，上到3到5次，基本上形成条件。有的就像人一样，他是人有聪明的，犬有聪明的，有不聪明的。犬他不说聪明的，转换快的犬呢，他学得快。灵活性差一点的犬，它学习的比较慢。
这一圈下来怎么也得有十分钟，周本昌早已累得满身是汗，连衣服都湿透了，可他没有顾上喘一口气，就带着雪鹰又钻进了通道。经过周文长三个来回的训练引导，雪鹰爬高空巡逻通道的动作开始变得有模有样。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周文长不仅能在面对四条军犬的扑咬训练中表现勇猛，而且他对小犬的照顾和对雪鹰的训练又是那么的耐心。在平凡的岗位上，周文昌热情投入，倾注着自己全部的心血；而在军犬训练队，像周文昌一样的战士还有很多，他们默默地从事着鲜为人知的训犬工作，为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建设贡献力量。他们训练出的军犬也必将在一个个导弹阵地、军事要地发挥着特殊作用。从新疆南部到西藏的阿里高原，有一条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天上公路。在这条蜿蜒伸向天际的新造线上，武警交通部队的官兵们用青春和热血默默守护着祖国西部这条全长2143公里的交通大动脉。2010年初春季节，军事纪实记者跟随武警交通部队一批新兵踏上了漫漫新藏线，去探访武警交通部队鲜为人知的戍边故事。军事纪实下期播出《天上的国道》第一集。